喜欢骑电瓶车了，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感觉。因为我这个屁，骑车是主要是因为不用蹬车，主要是今天收到一个神秘快递，赶快去取一下。什么叫神秘快递呢？就是别人给我寄的，迟来的生日礼物。突然兴奋，好他妈抖啊！这看我们寝室是不是非常的英伦啊？不对，不是英伦，法国。我操！居然真的有人送我床上四件套。哭哭，算了，不认识。为什么全都是绿色？正在大陆，我其实可以把这一套四件套送给你，正好配上你这全部的绿色。牛逼！你送给我嘛，我也可以配。可以挡在你这，你和女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放心的脱裤子了。真的，全是绿色。哦哟，这他妈太温暖了吧。Zu erst dachte ich in einem Ei, dann Schnee, Schnapp, schnappte ich mich frei. Schnee, Schnapp, Schnapp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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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hnapp. Schnee, Schnapp, Schnappi. 今年过年，不对，我甚至收到了最不实用的礼物之一。满是那种凋零的心碎，伤感2018，凋零心中的花。这也太惨了吧！我操！我自闭了，我开放了。真的，兄弟，这是最最实用的礼物。周末，滚！1.2米，4英尺床，鳄鱼宝宝绒加棉，床单款套件。这个是才3件套吧？算了算了算了。让我把这个折一下。谁给你送的4件套这么松？你给我折吧。3件套，而且这个配色还很骚。鳄鱼宝宝，鳄鱼宝宝洗澡款。